确认无误后签字，一旦设备有任何损坏，没收押金，照价赔偿。这字儿是你们的人签的吧？字儿是我们的人签的，我认。但是我付了钱，你给我设备，你就给我一堆坏的，那我叫全组开天窗，我的场地费、人工费、我的损失，你赔给我啊！不，你这不是耍横吗？啊！想干什么呀？想动手是吗？咱们讲道理啊，你把我的设备租出去用坏了，你不赔我钱，反而让我赔你钱，你是这个意思的吗？行了，甭说那么多。反正今天因为你的设备我没拍成，要么你赔我所有的损失，要么你就把押金退给我，不然我今儿我就不走了。你今天还甭想走，本打算给你打个折啊，就你这态度，少一分，你还真就走不了了。等我自己就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能处理，你赶紧回去。你能处理什么呀？啊，你干嘛呀？美女救英雄啊。孩子刚入行不是很有经验，我们签了合同能给我看一眼吗？你是制片？导演。他是谁啊？我弟。不是，我说你这弟弟也太冲了吧，太不懂规矩了吧，啊。